白龙雪下车啦，然后那个我跟人家问这边那个扳手是在对面，哦，合欢山，来，大概快5:30了，我们先拍照一下，来哦，我们要过去扳手了哦，扳手就是扳手，扳手。这真水呢，合欢山的扳手。先去把人的三级先解决一下，官员。好，先进来了。